在山东省沂南县马木池乡东新庄，有一座百年老屋。抗日战争初期，这里曾是中共山东分局、八路军第一纵队、山东省战工会等机关的常驻地。东屋曾是徐向前的办公室，南屋是朱瑞的办公地和结婚时的婚房。这家的女主人王焕瑜，有时一天要做七八顿饭，忙前忙后的接待来来往往的抗日干部。王焕瑜19岁嫁到东新庄，一开始连个大名都没有，后来朱瑞的妻子陈若克知道了他的身世，对他说：“你是余家用2袋高粱换来的，就叫王焕瑜吧。”王焕瑜入党时已经50岁，是村里的妇救会长和爱山乡副乡长。在他的影响下，他的子女也都参加了抗战，他家成了当地著名的抗日堡垒户。当时随八路军干部来到这里的还有他们的孩子，这些孩子跟随部队奔波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王焕瑜看着十分心疼，于是他找到了徐向前，主动要求照料这些孩子。1939年10月，战时托儿所成立，第一批的27个孩子，最大的7、8岁，最小的生下来才3天。王焕瑜挨村挨户打听哪家有哺乳期的妇女，就把需要喂奶的孩子给他抚养，稍大一点的孩子送到可靠的人家照料。他自己的2个儿媳抚养罗荣桓的女儿、徐向前的女儿等7个孩子。八个的孩子，他妈妈爸爸去打野被鬼子去了啊，咱不得好上看吧，是应该的。1941年，日军对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，这时托儿所的孩子已经有41个。王焕瑜和儿子们挖了2个山洞，遇到敌人扫荡就把孩子们藏在里面。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，王焕瑜率全家全力掩护这些孩子，把仅有的粮食留给他们。他的2个儿媳把奶水也省下给托儿所年幼的孩子。在之后的3年里，王焕瑜的4个孙子先后夭折，在托儿所的孩子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。在日军频繁的扫荡中，每当附近发生战斗，王焕瑜就和家人冒着危险到战场搜救八路军伤病员，送到八路军野战医院。大众日报社工作人员白铁华被日军逮捕后遭受酷刑，奄奄一息。被送到王焕瑜家后，她和丈夫用民间验方为她精心治疗调养，最终使她恢复健康，重返工作岗位。1941年11月26日，陈若克和他刚出生的女儿被日军残忍杀害。陈若克曾住在王焕瑜家，叫王焕瑜干娘。陈若克和朱瑞的婚礼就是他一手操办的。听到陈若克牺牲的消息，他十分悲痛，让人偷偷把母女俩的遗体运到家里，卖了3亩地，置办了1大1小2个棺材，把他们安葬在自家的地里。在这次扫荡开始时，山东省参议会副参议长马宝三将一本联合大会会刊交给王焕瑜保管。为了保存好这本书，王焕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躲过了敌人的搜寻，直到30多年后的1978年，他才将这本珍贵的书上交给当地政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年逾花甲的王焕瑜继续为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。1989年，王焕瑜因病逝世，享年101岁。2003年，
以蒙母亲王焕瑜纪念馆建成。当年托儿所的孩子们一批批回到这里，泪流满面地喊着娘，长跪在王焕瑜的塑像前。王焕瑜的孙女于爱梅退休后当起了义务讲解员，她一遍遍向人们讲述着王焕瑜的故事，也讲述着水乳交融、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。